先看不先不给看。大家好，我是佳怡。快到周末了，我们的爱秀宝贝也要登上我们环球东方卫视的舞台。那这一期呢，是来自哈冈中文学校的小朋友们，他要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跳舞、唱歌等等的表演，赶紧去看一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。来自哈冈中文学校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将会在星期六下午4:30播出的爱秀宝贝跟大家见面。另外，我们新一季的爱秀宝贝马上就要开始召集了，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.channelg.com 了解详情。另外，我们本周六呢就要播出新一集的时尚工坊，来看看佳怡跟北加大哥一起又去搜集了哪些在洛杉矶的经典好吃。哇，闻一下这个羊肉的那个香味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哦！吃以后真的可以说美容养颜。白大哥没有吃过猫耳朵？没吃过猫耳朵，因为我只养狗。还有力度，力度，力度。哎，哥 ，OK 吗？好意思，好犀利，好犀利啊！哇，这好难哦。时尚工坊依然会在星期六跟星期天的中午12:01跟晚上7:01跟大家见面。如果错过了播出时间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.channelg.com， 也可以收看我们以上的剧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环球抢先看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。